金卡呢？你早上有开哦？有啊。等一下大乔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你对自己有太多误会，所以我请我们天哥。天哥上车了。好，来哦。你体验一下，感受一下，跟你自己开有什么差别？今天是那个米其林的四轮跟二轮的轮胎试驾会。我们工作已经做完了，然后要走的时候发现，小天，我刚回来看他开车，我吓坏。然后坤娜就说：“哦，这很好玩呢，那你来试试看。”早上是这样，我刚来的时候听到有一组教练试驾38秒，你就知道小天开始28。看看看，我刚是客人。我刚刚已经有听到坤娜尖叫声，有吗？好像有哎、欸。等一下后面换、啊，不要顶一下。他、啊、在讨论是对还是不对？我要下去试试看。其实我蛮怕的，二轮这样子我觉得 OK。二轮这样 OK 吗？不是，就是用力骑我不会怕，可是这个我刚刚光看我就腿软，没有试过。坤娜，你 OK 哦？哎、欸，他真觉得可以，那我们来看坤娜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可是所以他试完之后他会下去开，我们要开，我抱持着一个做云霄飞车的心态，要开我们的猎户再来开。我们看一下，坤娜会有什么样的表现？你这个所谓赶开的情况下，你有预期到如果后拔掉会怎样吗？这代表是定掉而已啊。就是我怀疑你没有考虑车身平衡这件事情，就是你就是给他干下去就对了。对啊，他试驾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。331，331，蛮快的。好，我们在此宣布，坤娜即将从今天开始从二轮界毕业，二轮界正式进军四轮界。不要擅自帮人家转行。可以换你们了。可是我，好。不要下面换。我只要他载我而已。你要玩？玩一下，很好玩。我拒绝，我拒绝。好。不要啊，我觉得被载很好。你是怕秒数会输我才敢上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就是怕秒数会输。我只是想跟。他我不知道。人贵自知。我就慢。冷暖皆知，我都吃了。还有最后一位，我有点想吐，那是正常的。好，好。所以你有什么话要说？没有，我从来没有在。快的汽车里面，我从来没有在快的。好 ，OK 了，准备了，行。
心的。跟我想象中蛮不一样的，刹车距离好短哦。我们二轮怎么这么可怜？是的，没有错。谢谢小明哥。不会 ，OK。刹车距离好短哦。我们二轮怎么可能这样啊？不是不是，哎，小天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我刚其实下来的镜头是，你知道刚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真的是受不了，因为你知道是小天，所以你某些心态上你觉得就跟坐云霄飞车一样，就不用怕。但如果今天那个康开车的是孙国军，我第一关就直接撞了，不是你，直接妈会出拳收。好歹我也是玩 GT 这么久出来的。可是那真的不一样，我没有坐过那么快的汽车。是、啊，你先拿下来，不然等一下以为我们是那个飞车抢匪。那个小天，大家之前很熟，就是二轮界常看到他，但是他后来呢决定叛逃二轮界，因为那个前老板太讨厌了，就是坏脾气。你现在专职是什么？我现在在统哥驾驶学院做驾驶老师。那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因为现在大家有安驾有赛车教学嘛，那像你们这个就是属于哪一种？我们其实全部都包含，全部。所以我像是一开始最初阶的就是道路安驾，就是学习不要去撞到别人，是也不要让别人撞到我。哦，这比较难，这确实蛮难的，这蛮难的。以台湾的环境来说，这很难。对，然后再来在网上还有运动驾驶，是那运动驾驶就是把自己车开得更好。然后在网上就还有赛道。哦，那你这个就属于是运动驾驶，是运动驾驶，对。好猛哦！那所以如果我今天学员也是可以去学，像你刚愿意学是可以的，那是绝对没有问题。啊，车要自备。运动驾驶的话，车都要自备。自备好。那如果开一台 Vios 可以？当然没有问题。真的假的吗？当然没有问题。我有问题，格力卡是公司的，不可以。你可以开你家的那个，开你家那个。好，所以只要就是付钱是可以学到这些东西。那如果说假设我今天是一个一般，像我平常开车就是正常的驾驶，然后到这样比较进阶的话，大概要上多少课？这个其实看每个人学习进度，看天分啊。不能这样说，应该是说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驾驶上的障碍。哦，那比如说，来，像他的障碍是什么？年轻的会比较快。年轻的会比较快。巩大，那你怎么知道他年轻？他三十好几了，他哪有年轻？哪一个？他装好。哎，这个。那所以，因为像他来讲。基本上，因为它秒速看起来也蛮快的。对，不过视线其实会在看得远一点，也会找不到。对，我一直在找路哎。对，他进入 YouTube 界之后，就一直有这个问题，他找不到自己的路，他目光比较短浅，然后看眼前的。哦，所以其实像他开的基本上 OK， 但是还有一些东西要去校正。对，那你有机会可以去上。收吗？收吗？先把报名费准备好了。所以如果想要上课，就直接上网报你们的，我们官网或者是有 LINE 的官方，就是官方社群。好，谢谢。对，是好。没有，通常我们都会抓这种，讲这个我真的，我要再还要想一下，陌生的领域。但好，没事，就这样哈，反正要开车找小天。没问题，谢谢。